这里 ，good， 我们不是狗仔，是记者。把照片给我拿出来！拍照是我的权利，你不能阻挡我的权利。你别过来啊！你要再过来的话，我告你非礼。权利，哪门子的权利？把照片还给我！动手啊！喂，放开！这不是抢劫啊！鬼打人，抢我们女人的东西，给个采访的机会就行。你要不要脸？他们逃跑了！把照片还给我！ 对不起，算了，反正报道也发不了。不发了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你那照片都作为赔偿金赔给人家了。又来这套？来哪套啊？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要去，坐在这儿做校对，不要再出去跑采访。就为这件事儿，哎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 我是拼着命在做狗仔的，来说说你写的报道吧。啊，什么啊？No，刘姓嫁入豪门女星，疑似不孕，报道写完，人家就怀孕了。女星疑似做了变性手术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被人家告的有多惨呢？错报率88%，你也不知道写一个修正的报道，脑子坏掉了，什么都别说，从今天开始做校对，哪儿都别去。 我去专栏组的是呢，啊，专栏组，省省吧，啊。
非常的融洽。叶辉，这是记者黑名单里的超级发展，累不累啊？累不累？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你耳朵聋了？不说话你听不见吗？不回答我问题，耳朵里面长结石了。难道我真的要在娱乐版做一辈子校对吗？넌 왜 항상 네 생각만 하는데? 너 이런 거 진짜 역겨운 거 알아? 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是瞎的。那个小卖部在这儿吗？这是小卖部吗？给我什么呀？把手机给我。先生，我是 Woman Sense 的记者。记者 You know？ 喂，你干什么呀？喂，你干什么呀？密码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犯法？密码？我见鬼了才会告诉你呢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喂，还给我，还给我。应该是你道歉吧。道歉！快走！你个败类！你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放开我！给我滚！下个月开始，我们就跟后准的公司确立了战略性的合作关系，不用我再多说了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哎呦，你这是被炒鱿鱼了吧？你等一下啊。谢谢阿姨。不要客气。一共20块。最起码记者尊严都没有的狗仔，不要也罢。好不容易死乞白赖的熬了那么久，怎么着，连去专栏部门写小说的机会你也不需要？最起码这是一份能为你吃饭的工作呀。再说下周就得交房租了。哎，你们俩不雪中生态也别落井下石啊。哎，你们一个个这么说，我心情能好吗？咱先冷静一下啊，冷静。哎，要不咱先试试申请复职。怎么申请？哎呦，动动你的脑袋吗？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后准才被解雇的吗？道歉咯。凭什么？我就算流落街头，我饿死，我也不跟那个兔崽子道歉，绝不。
后准先生，您辛苦了，喝杯咖啡吧。不好，现实到家里面加了个怪的东西。啊，怎么会呢？我是来道歉的。开始吧。啊？道歉，开始吧。哦，嗨，那天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站直。我觉得呀，我们俩之间有点误会，您心放宽一点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听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如果心里啊有什么气儿您顺不下去，那我们可以多沟通啊，沟通就好了呀。还是把手合上再说吧。后准先生，后准欧巴，对不起啦，我给您添麻烦了，惹您生气了，我深表歉意。OK， 我接受。真的吗？哦，我成功了，我就不用辞职了，我马上第二天要转来就好好写我的小说了，耶、yeah! ！这个应该不能吧？道歉是道歉，解雇就是解雇。现在你知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弄得去了吧？你说什么？现在你知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弄得去了吧？艺人媒体时代，黑粉，没错，我就是你的黑粉，不黑死你，我不偿命。提拔女性，弥补，姐姐刷爆你。